我就知道您今天一定能回来，我给您备了参汤，给您端来吧。不必了。师傅，您受伤了。把门关上。嗯。 我是叫你出去把门关上。啊，师傅，师傅，我看看您的伤。师傅，伤得好重啊，我帮您上药吧。你忍着点啊。师傅，您以后进宫当差，还是把我带上吧，多少有个照应。 你就这么想进宫？师傅，咱们季风馆本来就是陛下的安慰营，我早晚要进宫当差的，而且以前呀，我年纪小，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弓马娴熟。再说了，晚去不如早去啊！你忍着点啊，省得每次我都要在家替您跟卓英担心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。 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如果师傅一会儿问起什么，我们得统一好口径啊！季总，知道了。哎，到了师傅那儿，你可千万别把我给出卖了。师傅，师傅，这么晚，去了何处？去靶子听说书了。嗯，师傅是这样的，本来呢，我确实是在教场练习。 但是卓英非要拉我去靶子喝茶，我都跟他说了，师傅经常教导我们说，一个人想要成事，首先持身要正，其次才是泯而好学，吃喝玩乐这种事情是最消磨意志了。是啊，师傅，是徒儿不该在晚上带海氏出去闲逛，徒儿回去抄规矩200遍。 我让小厨房做了鱼汤，放在你的房间里面，你不是喜欢吃吗？这么小的事情，师傅竟然还记得。去吧。是。师傅，那徒儿也告退了，时候不早。嗯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方海市。 还是啊，被人打了，告诉哥，哥帮你去报仇。去去去，你才被打了呢。还说没被打？你看看你这黑眼圈，都快掉到下巴了，拿笔蘸着都能写字了。当然啊。哎呀，不行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就这个地儿。哎，脖子怎么了？啊？不不不，我给你按。疼疼疼！哎呀，哎！啊？是师傅。师傅。 你今日不用当值吗？徒儿今日不当值。你不当值，你陪我去教场，我们切磋切磋啊。嗯。你要知道，海市是你弟弟，不可逾矩。师傅，徒儿突然想到，少子哥找我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 师傅，我也先去忙了。还是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别管我，是我有鬼，你先回去。
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太阳出来了，师傅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陛下在此，给陛下行礼。保护陛下！快快快，保护陛下！退下！朕让你们都退下！是。快给陛下行礼！小方大人，就像是。那看样子是朕错了，朕错点了鸳鸯谱。方海市，朕见过你。那日你在千军万马之中英雄救美的事迹，早就已经传遍西平港和天启城了。小小年纪就如此雄姿英发，难怪朕的淑容妃对你颇具赏识，或许不只是颇有赏识，或许早就已经思许终身了吧。你这是污蔑淑容妃清白之身，岂容你这样揣测。不得无礼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三哥，快救救我呀！他们都是强盗，抢了我的客栈，还把我绑在此处啊！关老爷呀，你们得为小民做主啊！这人是一强盗，欲把我绑于此地，抢我的客栈呢！什么人出来？将他拿下！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